鬼神，大家好，欢迎上电竞大案件。没错，这次呢就是你们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老素散了。那你们是真的可爱，以前经常玩素散的时候呢，你们说为什么总玩素散不玩人类，现在玩人类了不玩素散了，又问我为什么不玩素散，那你们要我怎么样吗？好，开局先给佣兵一刀，刚飞过来的时候发现小木外面有脚印，看是不是冒险家在这附近。好吧，应该是没有。怎么有人翻窗了？哇，你这佣兵胆子这么大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打你啊？我今天就偏要打你。来，你猜啊，我就看你今天能跑到天边去。短板博弈，你死定了。可以，那就直接挂了吧，刷个进度也不错啊。哎，有人，你这脚印暴露的也太明显了吧。好了，赶紧去秒救吧，别跟我整这些花里胡哨的。好，这波打个牛仔就行了。算了，这窗户我还是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刚通缉到了冒险家，我还是找冒险家去好了。哎，小伙子这么巧，这把你们真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直接一个白切黑把冒险家秒了就完了。啊，牛仔怎么也飞过来了？那你也得给我交代在这吧。你皮呢是赢不了游戏的。好，挂上冒险家，佣兵和祭司拉了个大洞啊，过去把祭司洞打了，反正有传送，问题不大。可以，牛仔还交自愈了，节奏起飞。佣兵也过来了，先把冒险家砍过半，然后继续逼他们来救人。小佣兵赶紧过来救人啊！喂，哎等等，祭司怎么也来了？你们电击不要了？好，打出冒险家搏命就挂牛仔，一切以刷进度条为主，能砍过半就尽量砍过半。祭司怎么还在这里晃呀？那就先把刚无伤救人的债给我还了吧，你打一刀就行了。过去把冒险家放飞，可以，轰击的最后一秒锁到了佣兵，那他们大概率会在电击旁边互摸，传过去看看。嘿嘿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跑，先打牛仔再追佣兵，小伙子有护肘你们也跑不了。来啊，继续抬啊，这窗户不敢翻了吧，找个地方好好躺着吧。挂上牛仔慢慢找祭司，这把已经稳了呀。哎，我看到祭司了。哎，我这眼睛看来还没有退化嘛，往医院里面跑我也不怕你。喂，不是吧，你还想去救人啊？你这确定能救得到？目送你的队友起飞吧。哎，这也太惨了。好，挂上祭司去找佣兵啊。刚祭司往医院里面跑，那佣兵估计也就在附近了，过去看看。哎，果然在这里，打完收工。这一赛季没打，感觉我这宝伞未老啊。溜了溜了。